念佛法门是可以论证的，所谓的啊灵验，我们用一个概念叫灵验内相。念佛法门在东汉时期就已经传到了中国，经过200-300年跟我们的啊本土文化的磨合冲撞，到了东晋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时代的挑战，就是一个验证问题。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存在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你能不能拿出证据？一般的人都是眼见为实的，你没有证据，他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乌托邦的东西，幻想出来的东西。所以在东晋的时候，迎接这个时代挑战的就是我们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。他在东林寺起建白莲寺，整合了啊那个时代知白二众123个精英人物，专修念佛法门，去验证这件事情。这是我们华夏民族政党国民的福报啊，这是验证成功了。慧远大师3次见到阿弥陀佛，刘一明居士修行半年就见到佛光，修行15年他见到阿弥陀佛。当他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他内心还有怀疑啊，他怀疑这是不是我的幻觉呀、幻觉出来的，所以他要求验证了，所以他就动了个念头，说你老人家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，你能不能用手啊抹我的头顶啊抹我的头啊。这念头一动，阿弥陀佛就用手啊金色的手柄抹他的头顶了。他一摸，哎呀很温暖呐、很舒服，都抖罗棉那样的手啊啊！哎，但是他还想要验证，说你老人家如果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，你能不能用你的袈裟来覆盖我的身体呀、哎，这个念头一动，阿弥陀佛就用袈裟覆盖他的身体。这下刘一明居士才是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不是幻觉，不是一个像我们壁画上的一个不能跟人沟通的东西啊，它是灵灵不昧的，你念头一动它马上满你的愿，恒顺众生啊，慈悲之极啊。刘一明居士以后还有机会到了西方净土啊，7宝池8功德水还喝了一碗呢啊，喝了一碗回来，那个毛孔当中发出的香味持续了半个月啊。所以他临命终时预知时至啊，进香先感谢释迦牟尼佛，没有释迦本师宣传这个法门他不知道啊。第一支香感谢释迦牟尼佛，第二支香感谢阿弥陀佛太慈悲了，我就要到你那去做你的学生了，亲自阿弥陀佛。所以东林寺白莲寺完成了一个在政党国的一个验证，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界的一个大事因缘了。